铁们看一看啊，咱们今天开一个安康鱼大盲盒，看看它肚子里边到底有啥。这是安康鱼的卵巢，产卵用的。这是安康鱼的苦胆，这才是苦胆。现在咱们把安康鱼的胃给它打开，看看这个超级大盲盒里边到底有啥。啊，黄鱼一条，黄花鱼一条，哎，还有个大家伙，大螃蟹。啊，腿都断了。哎，鱿鱼一条，黄花鱼一条，看这超级大盲盒开出来东西。来个蛋头。